今天是来抓美国鳌虾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在灌溉水沟，干净的，因为另外一边就是山，然后下来就是山泉水。我们今天就最简单的，用手抓，用捞的。有没有？有。有。嘿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哦，好像。不一样的颜色。大只的。这个是有啊，大陆人最爱吃的，没有鳌虾。我们今天在移除外来种，大小只都移除，那我们就不吃它了。很多人对这个小龙虾，它的观念就是说，哎，你拉沙醉啦，然后很耐命啦，干嘛的？其实没有。好、哦，你看小龙虾会存活的地方，都是那一种水域蛮干净的，然后其实它耐污性不高。那你再跑了，再跑了。这只好像被人家抓过单鳌，这个都是人家弃养的啦，然后再繁殖的。所以呼吁不要弃养，好不好？哦，呼吁不要弃养。好了，我拍照了。好。大小都要移除。哇，老三。有颗粒，那有颗粒。嗯，移除外来种就是大小只都要移除。怎么像蟑螂小时候？哦，这个福寿螺多了哦。要死。这个是我们台湾最头痛的排行榜前段班的外来种。现在外来种在台湾没有一种是有移除过成功的啦。哦，这个福寿螺就是其中一种，美国鳌虾也是有办法移除多少就移除多少了。我记得是多少？多少了？哎，你看照出来？我不知道。我没看过那种。它本体长怎样？对啊，我没看过本体。我要等了。你能不能把它叫出来吗？嗯，把它叫出来。只剩阿良有办法跟他沟通吗？阿良，为什么？扣扣扣，有人在。啊！这个叫危害农田。对啊，他会钻拱，不然他的天狗都钻坏了。对，所以我们来移除外来种。